桂林时间美丽的女园丁 La Belle Jardinière， 她的创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。这幅作品也有人叫做花园中的圣母。这幅圣母子题材的作品之所以得名为美丽的女园丁，源于画面中那位丰腴动人的女性和她四周的田园乡村风光。它是拉斐尔早期在佛罗伦萨绘制的圣母像中最著名的一幅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。仔细欣赏拉斐尔的画作，会感觉他的画面清澈明亮，人物形象布局和谐。圣母、圣婴和圣约翰通过明确有力的造型姿态相联系和靠拢，构成了稳定而清晰的人物关系，给人以独特的恬静安宁之感。而这正是拉斐尔画作的魅力之所在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